到了我要去汗蒸的地方，就是在这儿。拼手气，拼手气，糖果糖果，打鼓啦！好多东西玩。舒服舒服，哇，好厉害！这个按摩椅挺厉害。啊，这个按摩椅挺厉害。韩国的大富翁，不是我要来看周边，是我表姐要看。其实我有一点看不懂，可是好像很好看的样子。好可爱啊，小型的乒乓球，这个好可爱哦。可是他说这些东西都是不卖的，只是观赏。不过这个综艺我知道，《新西游记》就是《新西游记》在这里拍过综艺的咖啡厅。不是我要来，是我表姐要来，我是陪她来的。拿铁。表姐追星兔来到了 MBC 那个电视台的周边，来到怎么可以不买你东西呢？这个自拍杆好像不错。这个小熊也不错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这个杯子。要不要给他们买点手信呢？要不要手信？小镜子，挺可爱的。我正在走，正在减肥，越来越瘦了。牛骨汤试一下，太大风了，大飞机。他们这里拍什么呀？我在汉江，然后附近这里有个便利店，它是有的自助煮那个方便面的，我现在去看一下有没有。找到了，一搜哟，拉面自助机，吃哪个口味好呢？哇塞，很好吃的样子。倒数十九、十八、十七、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，吃着拉面，看汉江。哇！我得鸭蛋牛来的。63层的夜景。